Ready? Hello， 各位玩家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安娜黎。想要捡便宜的玩家，赶快看过来，因为呢，现在全球最夯的即时战略游戏《星海争霸二》全面大特价哦。所以呢，还没玩的玩家赶快去买一片游戏，然后呢，等着最新资料片推出，就可以接着剧情玩了，这样是不是更有 feel 呢？ Blizzard 公司日前宣布，大受全球玩家好评的科幻即时战略游戏《星海争霸二：自由之翼》即日起调降售价，玩家能够以新台币750元的价格购买《星海争霸二》的实体或数位版本。另外，玩家期待的游戏最新资料片《星海争霸二：重塑之心》也即将开放申请测试，看来离正式发售不远喽。《星海争霸二：自由之翼》在去年推出的时候，上市首月全球销售逾300万套开始，成为史上销售最快的策略游戏。而目前，《星海争霸二》也再度燃起即时战略游戏热潮，玩家们在享受游戏降价好康同时，也迫不及待《星海争霸二：重族之心》赶快推出。而在新资料片中，除了再次环绕神族、人类与虫族之间的对抗，三大阵营都会增加全新的作战单位。当然，虫族女王海利根绝对是这一次的游戏焦点。到底《星海争霸二：虫族之心》会带给玩家怎样的惊喜？也请大家一起期待喽！没想到现在台湾自制的网页游戏也开始全面 3D 化咯，就是这个大天人所要代理的迷境物语。不讲清楚你还以为它真的是 MMORPG 呢，是不是要给它用力拍拍手啦？所以呢，想要感受新一代网页游戏的新感动吗？那密切锁定准没错咯。大天人网络科技宣布，他们取得乐声科技研发的 3D 网页游戏迷境物语独家代理权，将带给玩家崭新的游戏体验。迷境物语采用最新的 Flash 技术开发，不但有浓浓的日系可爱风格，加上完全 3D 场景设计，将会在免安装的网页游戏市场开创出全新的局面。迷境物语故事设定在一个充满魔法与晶石能量的奇幻宇宙，有各种拟人的可爱生物，更以猫文明为主轴，同时有许多平行时空的故事情节进行，并发展出4块不同地形的大陆。游戏场景以中古世纪建筑为风格，角色人物均采用日系 Q 版可爱风格，玩家随时可以自由创造独一无二的造型，化身为可爱的勇者，探索与魔法工业与晶石能源的时空，以及剑与魔法的可爱世界。加上迷境物语有别于一般网页游戏，无论是在游戏风格、操作界面、系统功能上，在今年第4季推出之后，势必会带来一股新风潮哦。这几年日本 RPG 游戏的声势说真的衰退不少，但是呢，像是时空幻境系列呢，还是有不少玩家支持咯。而他们为了求新求变呢，在最新作品《时空幻境：无尽传奇二》呢，也导入了革命性的剧情分歧系统，而且呢，他们游戏画面也更加的华丽咯。我们一起来看游戏介绍吧。万代南梦宫最经典的角色扮演游戏《时空幻境》系列将推出最新作品《时空幻境：无尽传奇二》，预计今年11月1日推出。这次游戏接续之前曾经推出的 PS3 版《时空幻境：无尽传奇》之后的剧情，将有全新的主角展开全新冒险。不过，本作的故事主题为抉择，导入了整个《时空幻境》系列首见的分歧剧情系统。游戏中玩家的对话选项与行动可能会影响往后的剧情发展，不同的选项会影响故事的分歧发展。不过，虽然游戏在剧情发展上有重大变革，但在战斗系统上还是延续时空幻境系列一贯的快节奏。玩家可以看到主角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
展开一气呵成的战斗技巧，加上共鸣系统，能够让两位人物进行搭档攻击，更是爽度百分百。而万代南梦宫还宣布，这一次游戏将与电视动画《王国的阿基斗》合作，让主角们可以穿上动画中的主角衣服，这也是另一个跨页合作。最近呢，全球都在关注好奇号登陆火星的历史大事，好像呢期待人类移民火星变成可能。不过呢，就算人类可以移民火星，我想应该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，还不如现在来玩这一款火星战士，提前呢感受一下科幻故事里面的情节，还比较实际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靠着开发《冰与火之歌》《权力游戏》系列而广受欢迎的 Focus Home Interactive 公司，原本专长是开发中古奇幻风格的作品，不过日前他们公布了一款新作《火星战士》，却首次尝试以科幻动作类型，以未来世界因为人类移民火星，为了争夺珍贵的水资源，不同阵营之间展开激烈的战争。最近可能因为2012末日传说的关系，造成大家人心惶惶，而以呢僵尸为题材的游戏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推出。但是这些游戏玩久了都马一样，到底有没有一款游戏呢可以营造广大自由世界，让大家尽情躲僵尸呢？那或许这一款腐朽之都就是大家想要的答案哦。美国 Undead Labs 公司日前公布一款新作游戏《腐朽之都》，营造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。而《腐朽之都》则像是《侠盗猎车手》GTA 类型一样，架构一个非常广大的开放世界。只不过这个广大的世界已经被恐怖僵尸给包围，玩家扮演少数残存的人类，为了求生存而必须努力地杀出一条血路。而开发这款游戏的团队之前曾经参与《暗黑破坏神》《星海争霸》《魔兽世界》等作品，最擅长在游戏平衡度的掌握。他们希望打造一个让玩家感受到绝望与压迫的游戏世界，让玩家利用各种仅存的枪炮弹药来捍卫自己的家园。除了必须试图找到更多足以维生的食物与补给物资，同时也要拯救其他幸存者的任务。而玩家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世界中的各种变化，让游戏更有深度哦。从微软推出 Kinect 以来呢，自家主导的舞蹈游戏舞动全身也要推出第三代啦。虽然呢它没有很花俏的玩法，但是呢扎扎实实内容还是可以让玩家学到最创新的舞蹈动作，成为一位精通所有风格的舞蹈大师哦。在 Xbox 360畅销的体感舞蹈游戏《舞动全身》将随着最新作《舞动全身3》继续震慑人心的全新特色，让玩家感受全身体感的音乐狂潮。《舞动全身3》将持续使用 Kinect 特殊的全身动作追踪技术，让玩家体验到最真实的舞蹈动作。游戏也提供了目前音乐排行榜上有名的流行音乐，以及舞蹈游戏中最多变的乐曲，而玩家也可以把原本在一代、二代购买的额外追加乐曲汇入到《舞动全身3》中。而本作也提供了最创新的舞蹈动作，适合各种不同舞蹈程度的玩家学习，让舞者能够进一步练习，并订定全身舞蹈游戏的标准，让您成为一位精通全部风格的舞蹈大师，